财产，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老婆加小三小四。啊，因为呢没有这两只呢，我也没办法在这边做公益的演奏哈。虽然这是没有钱的，但是对我来说呢，这是一个训练哈。像我们呢，去学那我们钢琴证照啦哈。像我们修音乐的都要什么主修、副修，你修那钢琴证照有什么用？没办法哈，只能到音乐厅啊，你也不一定能这么厉害到音乐厅哈。所以呢，学起来其实呢没有比在这里呢还好。因为呢，我所学到那个证照都不会比这个哈，我会证照，但是我不会在这边演奏哈。刚好呢是借由我的老师，然后呢一步步教我哈。我第一步呢是怎么样？不是学这个，先去学开车，还要开那种那个打挡的，有没有？那男人呢都要开打挡的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那开那个打挡的哈，然后就把这台货车这样开过来哈，然后要装一堆，然后慢慢呢。一路到现在哈，从演奏呢没有什么人，应该说呢，第一场演奏呢是我要面对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白色的椅子，没有人呐、啊，哦，那个人少之又少哈，只有我妈妈在现场坐着，好，其他人都站着零零散散哈。那从那时候开始演奏呢，一路走到现在哈，也经营了蛮多的这个铁粉哈，我不敢说呢，大家都很支持我，喜欢我，有些人可能是你路过啊，有些人可能刚好星期六没事。来听一下啊、哦！但是呢，对我来说呢非常重要，因为嘞，你们来就是一个心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骑车从你的家出门，就算你来这边呢，不给予鼓励，不给予掌声啊，你就是有心来这边听我的演奏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哎，右边这边都是呢永康过来的，今天呢还有麻豆，还有高雄的朋友呢特地哎过来这边呢听歌哈、哦，所以呢我也是这个重担啊、哦、重责。我来为大家演奏呢我自己所编曲改编的这个叫做最浪漫的事，好不好？算是呢比较节奏轻快，因为这首歌原本没有很快、哦、但是我听了、欸、觉得可以改编这个版本、哦、等一下大家去听听看，哎，掌声一下啦，那这么小声打狗耶，一二三，赞，哎，掌声鼓励啊、哦、谢谢。我们来分享这首呢最浪漫的事哈、哦，来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
们今天很嗨哦，今天不一样哦，今天我们跳舞的朋友也很热情啊，也很热情。赞！哎，等我办音乐会，你们要来哦，好不好？就靠你们。哎，我刚好宣传一下，我呢即将在8月20号啊，应该会是8月20号暂定哈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演奏啊哈，没有天气不好呢，我会在8月20号呢办一场大型的百万等级的音乐会，大家热烈掌声一下啊！热烈掌声一下！你们呢要老店接老咖？下一句怎么讲啊？阿布接阿爸，阿布接阿爸一起来，阿公接阿妈嘛，这位来啊，阿座马来，那一起来这边听歌啦啊！当天呢，我会准备惊喜啊！为什么说惊喜呢？已经筹备蛮久了哈，因为呢，上次原本在7月要办这个音乐会，母亲节哦，原本从5月延到7月，然后呢又因为天气呢跟疫情啊，所以呢就一路延到8月哈。那即将在8月举办，也欢迎大家呢帮我分享出去。那另外第二件呢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呢我的老师啊，一样的，他每周五呢都在这边演奏。那呢老师即将在7月30号哦，也就是下礼拜六，下礼拜六你就看不到我了。好，我是下礼拜五一到礼拜五演奏的哈。我哎，掌声给老师一下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哎，老师呢，礼拜六呢要举办大型的，老师我看你自己麦克风宣传一下啦，好不好？麦克风给老师一下。一二三。哎，没有掌声给老师一下，给让老师呢宣传一下他音乐会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场啊，渔人码头所有热情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阿日表演的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下个礼拜六呢，就是我们乐团呢年度的音乐会啊。这个疫情之后呢，首场的大型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希望呢能够带给我们台南市民啊一个晚上呢最健康、最浪漫、最热情的夜晚。在7月30号呢，啊，首场音乐会邀请大家来一起来共襄盛举。那30号的前一天礼拜五呢，啊，我就休息一天，由阿日呢先来代班哈，也先来热场一下哈。我跟下个礼拜呢，礼拜五、礼拜六跟他对调一下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感恩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呢代班老师哈，换我礼拜五来这边演奏啊。我的铁粉呢都要来哦。我会记住你们哦，哈，我会看到你们的脸就记住了哈。啊，礼拜六呢？哦，礼拜六我也会来啊！掌声鼓励一下，我当那个什么特别来宾，好不好？我当特别来宾。礼拜六呢，我邀请阿日呢当特别来宾啊，至少3首歌啊。如果可以，老师再跟你一起合奏啊。好，那所以礼拜六阿日也会过来啊，大家呢一起来把这边呢啊这个营造个优势闹哄哄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呢来演奏的哈，宣传完了啊，不要讲太久，讲太久要怎样搞威啊，所以我们继续来演奏哈，等一下还有酒干汤杯不哈，我们先来一首我今天准备的歌曲，这首歌呢。